小米 Mix 2 Unibody 全陶瓷对比黑色陶瓷涂赏。小米 Max 2黑色陶瓷版已经现货开卖一个多月了，小米全陶瓷尊享版却姗姗来迟，现在终于和大家见面了。我们已经拿到了这两款机型，黑色陶瓷版只有黑色，而全陶瓷尊享版则有黑色和白色两款可选，我们拿到的就是白色版本。上手来看两者最明显的区别，小米 Mix 2全陶瓷尊享版采用了 Unibody全陶瓷设计，边框与后壳是一体的，而黑色陶瓷版则是四曲面陶瓷，边框为金属。不过因为金属在双侧收边的效果，视觉上看起来黑色陶瓷版更薄一些，即使两者的厚度是一样的。此外，全陶瓷尊享版做工更为先进，长度和宽度比黑色陶瓷版分别缩短了 1.3 毫米和 0.9 毫米。黑色陶瓷版的内存为 6GB， 机身存储有64、128、256三种规格，售价分别为3299、3599、3999，而全陶瓷尊享版的内存为 8GB， 机身存储只有 128GB 一款，售价为4699元。